来了，果然船开得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，伊森？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就这么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伊森。今天我们要出海了。今天应该是我们渔季结束前最后一次有机会出去了，之后都是大风，然后渔季呢在这个月底就结束，所以我们今天抓紧时间再去对岸钓一波。我靠，看一看啊，全是人啊！7:45，咱们算晚的了是不是？咱们已经算晚的了，人家4-5点钟就来了，这么大瘾啊！真的是瘾大的。我们来赶赶赶赶这个早上第一波的这个first light 的这些三文鱼啊，看看能不能上鱼啊？对，因为早上这个三文鱼比较活跃，所以我们先在这边拖一会儿，河口拖一会儿。拖了差不多，然后我们再去对岸。可以，今天争取能上个几条大的三文鱼。上次也没上几条是吧？上次没上什么呀？上次是毛到的呀。那上次你不是自己钓了一个吗？自己钓没在这里钓，自己钓我们去那个另外一边。啊、上次钓的是那个 coho， 今天在这我们要上点大的，上个两条 king 好吧？对对。我们的目标还是有难度的，先上个两条。还是有难度的，不好钓的。看看能不能上了，来两条30磅的我就满足了。我靠，你这目标钓海豚吗？目标不高，30磅就可以了。每次路过这里都是看一群船在这里啊，但我们没有真正的来这钓过。今天正好出来早，你这个手法不熟练啊，一看就人家已经下杆了。哎，新手光环，我也是，我要表现得像新手一样，像新手一样。你看，这么不娴熟的，好。鱼都要跳起来嘲讽你了，压还不下。要今天哪一个铁板？今天哪一个板好？今天用这个吧。对，用这个试一下。线牢不牢？30磅呢，够了。你不是100磅了吗？100磅，你得有100磅的鱼。30磅的线也能钓100磅的鱼。是往那边，怎么这么长了？一个放个15尺，它那根上面一根杆长一点，下面这根杆短一点。因为这个 king 咬了这个钩，它是往下走的，所以下面短的话就不会撞到下面那个。我那天研究了一下，好了，我们开始了。今天两根杆子啊，试验一下，第一次这样操作。对，现在水流是在涨潮，所以往里面走的水流很急，现在就耐心等待了。这一圈得有个30艘船至少。今天还不是周末。有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熄火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靠！有戏啊！有戏！哎，可以啊！有戏！哦，有，来
往回拉，往回拉，好像是 pink。对 ，pink 也行啊。是 pink 吗？哎，不是，叫 Jack 吧。不是 pink。哦 ，Jack。是 pink。是 pink 吗？它这个上面有那椭圆形的黑点。黑点好像 pink 也是这样的。不是。是的。这是条小 king， 小 king 吗？小 king， king 脸是白的。多少时间？新手关怀是不是？5分钟。五分钟。上的。我们是 Jack 那个。Jack 是什么？就是小的那个小的。king 三吗？小的 king 对。来了，果然船开得好。怎么样？哦，怎么样，伊森？哦，可以。有吗？有大吗？还感觉不错，还行。可以。我靠，这几分钟啊？科学吗？这个真的就几分钟？哎，就这么快吗？就这么快。真的只要几分钟？有来了。有点大，有点大。下去。这条大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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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哎呀！我们前后两条鱼20分钟啊，20分钟间隔已经两条了。我们去对岸了，现在差不多10点钟，后面就没有什么鱼了，还是要赶走，现在赶紧去对岸再钓一会儿，看看对岸人有什么样的鱼货。船在动还没停呢。OK， 到钓点了。今天海况相当不错。好像是哦。两万三。哦，来了。啊，来了。我操！呀，我靠，没够了。太没够了。继续。58尺，多少条？58、56，越来越浅了。刚刚应该把船都转过去的，一下飘进来了，50了，来了。大吗？不大。是啥吧？不是很大。龙等。对，就40尺了。动一动，太浅了。小鱼。谁小鱼啊？你也上了、啊，王爷，龙等，龟又是挂到了，我操！哇，死亡翻个缠了这么多圈，哇！啊、嗯，这可能也不大，那我直接给它吸住它算了。你拉过来看看，再看看，好可怜。哎，怎么又挂到里面去了？两条一样的，我靠！都是小家伙。哎，真的可以啊，像个手感。哇，这勾勾到哪了？勾到蛮里面的。勾到腮了。身上全是，你看这啥玩意儿，被虫咬的。但是它这个也有刺的。对，我知道，我说我拿到后面了。不到三了呀！这龙的窝。嗯。哎呀！估计要不行了，这个。又是小龙的。
这里带你孩来钓个手感可以的，带你孩来钓个手感。哎，老鼠，老鼠太小了吧？不小不小。看到我的手干干净，直接用。哇，这里钓鱼窝来了啊！穿了都已经，啊，人家开张了。你这个轻重不行。对，这个是四代，太老了。是什么？海参。哇去！哎呀，你的是什么？什么没有？它是空屁。哇操，这海参有点大的。这个玩意儿。哇，这个海参大的。可怜的海参。海上风云突变啊，刚才来的时候还风平浪静的，现在这个风看看，我觉得山火飘过来的。对呀、啊、把那边山火的这个烟都吹过来了，现在能见度很低了。Peter 说他掉累了，手酸了，手酸掉不动了，他已经还拿两个棍儿滑起来。夏天人家想滑起来到这个船上来来练就行。OK， 我们回来了啊，收完台了，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吧，要分赃了。哎呀，今天收获还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老鼠斑我们钓满额了，一共钓了9条，然后有一条石斑，然后这里还有一条这个小扁扁。那唯一的遗憾的是没有钓到哥哥的龙趸。把鱼分一分，然后回家。